少还有在接触外在的事物。接触外在事物，就像我爸，他就是很，我也不知道，他就觉得自己的什么事都是对的，然后我都不能反驳他。我觉得老师也会这样，真的，老师会觉得他自己说什么事都对的，然后很不能理解别人的质疑。我不知道我要怎么讲。我不，因为我也不知道我好像也会这样，可是我担心，因为老师有点强迫症。可是我不会去强迫别人听我的意见啊，我应该。你会讲话？你说我会是？因为你现在都这么会讲话，你知道更会碎碎。姐，从刚才到现在一直讲话的是谁？不是我吧？是在帮你分析。哎，不是我吧？好像不是我。出现的证明。今天就是谁谁。那个也是更年期的时候啊，我现在你爱喜欢闹别人，我是很喜欢闹别人，没错。希望你更年期的时候，我不要看到你出现报纸上。为什么？我只是闹别人，我就会出现在报纸上。你会变成变态了。我变成变态，为什么？啊，没之类的。啊，我不知道，问你啊，问十年后的你啊。为什么？为什么要变变态？就叫你问十年后的你，你会知道。你知道你我怕你落难哭。你师母有时候说你的口气超像我，我就想说我口气我讲话有那么机车是不是？天哪！你讲话，你现在讲话就是超机车，超小孩。而且你讲话都是超级那个叫什么？就是好像是真的是这样，他讲的好有道理啊。十年后就会去骚扰别人。我不会去骚扰别人，我是骚扰过你们是不是啊？为什么要去骚扰别人？你没有骚扰你代表什么？没骚扰。我为什么要骚扰别人？到底为什么？为什么？问你十年后自己吗？你问我们也给不出答案啊。我为什么要骚扰？为什么？到底为什么？你知道我回去狂看红吗？我觉得超你这会笑死啊！他回去看他 PO 的第一则影片，然后他在那边自我人身攻击。可是他其实有时候太那个了啊，真的很好笑。他是太疯太，我知道，可是就是很好笑。就是他有点是去死团的那种，太激进了。他就超去死团的啊，就是。憎恨有小孩的，憎恨小孩，憎恨什么？可是没办法，因为小孩给他带来很大的影响，就跟我们憎恨小孩一样。对了，他就是经他，因为我们放学，然后他就会经过一个叫做，就是叫经过复兴公园，然后那个公园里面就有小朋友在玩嘛，然后他走到那里面，就说：“天哪，小恶魔的天堂来了。”女生还是男生啊？女生。我觉得现在都这样。我不太喜欢小孩。我也没有。除非是很乖巧的小孩，应该是不会。没有这种小孩，没有吗？没有这种小孩。我不知道，我觉得我没有什么太大的耐心，我怕我把他掐死。对，我也觉得。我在想，我妈怎么可以不掐死你？你们在想我怎么可以不掐死你们？就很对。上课一直呛老师，然后一直欺负老师，这样对吗？谁很欠呛？他是谁？他是我吗？说你很牵强，我没有说他，我说你。你直接就是指名道姓说我就是牵强的，是不是？牵强。我看起来很牵强的，是不是？不是你看起来，是你摆的。你才牵强，你全家都牵强。我要打死。我要被打死。这个我会先画啊啊！等一下我会再去做起来。浅色先做了哈。好，我们今天晚上吃啥？先吃那个胡须很脏。一直一样。我这个人生都这样啊，都一样。哦，不错哦。那个细节再做一下，头上那个白光，他头顶的白光是怎么回事？啊，白光很脏。啊？你知道吗？就是照片的。青峰不是参加歌手，嗯，他三，因为现在播到第三期，嗯，他三场都第一个出来，也太惨了吧，而且他都拿第二名，
好机车哦，很强哎、欸，很强。为什么都第二名而已？可是他第一个出场的拿第二名很强哎，因为第一个出场都是通常那个七的。对，然后对他们来说都是死亡牌，所以每个人都其实都超强超强，因为第一个通常成绩都超强。对啊，所以他是得罪剧组是不是？可是他就拿第二名哎。啊，你有看？你要画完，妹妹，乖啊、哦！你在考试啦，你乖啦哦。还没考试。嗯。是做完学之后就靠。你在练习，那还有分时间的哦。那感觉还蛮久的。对。就那样吧。我们那时候好像只有隔一个礼拜。就直接健身。不要，不要，你好好给我画。你爱担心。废话，你都可以一直这样跟我抢，我不担心才奇怪。不是画不完。你要画得好啊，画完是有屁用啊。哦。然后老师抱住。好，这时候就教。哎，对。你看，老师为了逼迫学生画图，还抱住。谁逼迫你呀、啊？你在那边。我今天让你去亲兔子脸，你就会知道我多累。哎，不止亲一笼，我亲了超多笼。我是觉得你为什么要在？还要帮他们铺尿布，还要拖地，还要扫地，还便便一堆。你为什么要亲他的便便呢、啊？因为我去当义工。你为什么要去当义工？我不知道。你为什么在考试要考试的时候去当义工？啊，因为我原本以为就是像你觉得好像就照顾兔子，开心喂他们吃东西，然后结束一天就没有错。很愉快的玩，超累，还搬东西，搬什么？真的会快累死。你怎么那么天真呢、啊？我菜在那里直接死亡，然后东西就没有体会过，是不会知道它有多辛苦。虽然说小动物很可爱，可以疗愈的心，可是其实你的工作量的痛苦已经大于它们的可爱程度，而且还没钱。对。好惨！如果有钱，应该会比较快乐一点。并不会。这个就是，你看，当父母亲，然后还要被小孩子呛，所以你们现在会多一点体谅，体谅。对，这会加上我们更不想要有小孩。可是我觉得我有小孩以后心也会调整哦。虽然很多小孩，但是养小孩好贵哦。我们就是一个例子，真的，你看，对，所以我才会说你们要存钱，让自己快乐的过生活。自己快乐过生活太简单了，那就够啦！我需要简单的人生，我不要复杂的人生，太简单了，我需要其他人来参与我的人生。我觉得我没办法，就是我没办法只有自己过的好。对我来说，之前觉得可以，就我后来长大就心态就调整了。我炸掉啊！不是，什么东西？心态炸掉。因为你发现你无法忍受自己是孤独老人的事实。我是可以啦，因为我其实我很老是很孤僻，你都知道啊。就我可以一个人，然后过生活过很久。可是我觉得那很无聊。我现在就是这样。你自己看。我妈一个人过生活18年。对啊，而且我不是说谈恋爱的那个、喔，我现在还一个人住哎、欸。我不是哎，不然你们没有去外面打拼那种自己赚钱自己那个，你们这个还不算好不好？你们都还是人家帮你资助的，你还没有真正一个人过，你们要自己去生活，那个才算开始算一个人。如果以后出国的话，就会变成一个人、上面揉掉一点点，哈。哪里？那个头一样，上面的地方。感觉我在国外会很快就死。哦，因为生活哈、哦，生活跟生存不一样，对。整理一下。怎么办？看起来像个漂浮的帽子。怎么办，老师？你拿过来我看一下，我现在没办法移动。这个、你不知道问我怎么办，我要帮你解决啊。
hear。 你当没听到我刚刚讲的话。耳朵都在坐下重的地方。再见再见。好累哦。画完了画完了太猛了吧。好累哦。哇加油啦！你考试了，心态调整一下。你要打仗，我知道你今天比较累，然后明天不能这样。什么？还在讲什么？明天要很专注的去画。考试能多练一点，就是多练一点。那画完绝对不是你们的课题啦，你要画好啦。那。我有时候都要跟自己讲说不要太啰嗦，看有成功就很难啊。就我像有时候晨晨就会问我啊，爸比你为什么要骂我，爸比你为什么那么吵，他说你为什么一直讲，然后我说我讲，你知道爸比为什么会生气吗？我讲一次我讲两次我讲十次你都不理我，我才生气啦。我讲好你就直接去做，我干嘛让他生气，我那么无聊。你就是无聊。我真的那么无聊、啊、我也没事，大家开开心心玩不是很好。我爸以前都不会管我。我爸以前都不管我，他在两年懂，然后我妈也超生气。我爸以前算是白脸，然后我爸以前就爱碎碎念。就以前我妈要打我们的时候他就会阻止。真的、哦。对，爸爸应该很疼嘛，儿子女。但他很奇怪，他小时候应该要管我，然后他没有什么管，然后现在长大了，对，然后就要管。在国高中的时候，他就会开始很要求成绩。真的、哦。对。因为你会觉得小时候的我很皮吗？小时候，你小时候很奇怪。很奇怪。怎么是用奇怪来？因为他小时候会咬人。你小时候是狗，就是长大才成为人。这是什么奇怪的那个？感觉以前就是在用本能生活的、啊，用本能生活，用本能生活是哪招、啊？奇怪，真超奇怪的形容。然后长大就慢慢成为一个人。对啊，长大才比较像人类。嗯、超奇怪的形容词哎。我的妹妹小时候是只狗，长大了还蛮像的。长大后，她就成为一个人类。对，她还会怕人哎、欸，还会怕人。对，她小时候会怕人，就是可能我妈的朋友来啊，或什么，她就会很，就是会。那是害羞啦。没有，她说她是会感到厌恶的那种啊。这个不是怕人，厌恶啊。你这个已经有点。我说以前小时候。你这个叫做有点反人格了。不喜欢他们，就因为都是不认识的人，就会不喜欢他们。哦，我也是，我也是碰触什么。对啊，你们这个就是反人格。我很排斥外来人。可是我小时候他们就会想要抱你啊什么，然后我就觉得不是很 OK。他们喜欢问一些奇怪的问题，然后都不想跟他们讲话。对啊。我完全没理解。问什么问题啊？小时候哎、欸，就是那种两三岁。重点是不是？重点是你根本不认识他，然后他还要你想起来他叫什么名字，然后他就是他就是一个奇怪的称谓，然后。他叫阿姨，然后我也不认识他，然后他又想要抱你啊什么之类的，然后小孩子跟你讲话，然后就觉得他很吵。哇，你们这些小孩都好反社会人格，怎么回事啊？我说这么孤僻。其实我不是很喜欢过年。哇，这好美、哦。因为过年的时候都一堆亲戚回来。我小时候还好，但我长大才比较讨厌。超级吵，就会看到一堆老人坐在那里，拿浑身散发的老人。我超讨厌老人，而且他们还很双面哎、欸！我觉得我们家的那些老人，这样呢？谁帮我把后面的剑拔掉啊？奇怪，哎、欸，你后面把它喷湿，那个头上面的背景把它喷湿，为什么你那边一圈白？你转过来，你说这个吗？对，那边喷湿，然后再染一下。被你会觉得很奇怪啊？是吗？这是茶哦，那是鹅在采茶叶。我记得好像是鹅。对，然后鹅啊。屁呀、啊！谁看出来啊？因为你没有看到照片啊。我随便乱点呢、欸，这是没问题吗？我那时候也是乱点，全部就是乱点。没问题啊。你画的好看就好。我其实不太知道怎样的好。
临摹还不知道怎么样，就画像就好了。哦，好啊。临摹就临摹也没什么好讲，就先画像。你不觉得这很美吗？老师，我想玩电影，你要不要让我登录？你画完再说。那我要用你的脸书登录，然后帮你按赞。然后帮你分享，分享我抽到了什么 SSR？ 哦，对啊，我会帮你分享。他现在分享，他就说，你可以获得钻石。那就在这边说，李泽言好帅哦。然后李泽言我攻之。我会这会造成家庭革命啊，不好啊。哎、欸，你会哄哎、欸？我会哄、啊。你应该是所有画室老师，男性画室老师里面唯一一个在玩恋语。你们为什么都需要我是用这种形态哄啊？那你没有办法。我没有办法，是不是？你们老师已经默默的已经比你们想象的太慢了，我要帮你加速。是有点慢，可是也不需要下这么重口味吗？你们，我在你们不知不觉中，我做了很多的那个，就是你们应该，你做，我其实也没做什么了。就是继续画图而已，所以我们要帮助加一些外在的条件，让可是你们那个条件更加的服务，那个条件真的会帮助我吗？我总觉得怪怪的，是不是哪里怪怪的？凡事都要尝试，如果失败了，就算来就好。我们就我可以重来啊、哦，我还可以重来。等一下，你也 reset 就可以重来了，是不是？好像不太对哦。就当作没有发生过，就让它就是停在那，然后展开时间会冲淡一切。对对对，你上面再把它敲过就上去一点，中间来，你转过来，你拿过来一点，这两个中间再敲一点，敲一点东西，就是协调点上去，那其他就还不错，然后就可以开。你要再来准备要做嘴巴，谁的嘴巴？谁的嘴巴？等一下，我再细看。我现在在追时间，我在跟时间赛跑。好吧，我等一下再帮你细看一下。彤彤的也是，稍等一下，因为我要在他那个还在撕的时候做，他才有那个。你知道吧？哦，我就是要，哦，听懂哦。就你姐应该知道我为什么要这个时候做了。点这个好。就有时候还是要做一点那种比较炫技的东西。我最近好像教这种比较炫技的东西，跟我以前好不太像。你怎么画？人就是要有所图，就像电影制作人一样。电影？我不要电影制作。你是敲咖啡色吗？敲咖啡色。我暂停一下，现在应该因为它已经快干了。其实这里要先做了，你们不然你们先过来看好吧？我现在暂时不行。好啊好啊。那你也过来看。好啊。如果有问题就过来看，没有问题的就。你不行，你考试。念。那个。是一支笔。不要。这是油画的。好啦好啦，拿起来。没有，我只是要敲而已。嗯。那么你要画油画。我以为你要吃油画。我有没有在录啊？我在录，帮我看一下。他又没在录。哦，很难画哎，不行，我画不下去。有了哈，谢谢。我有点看不太懂他到底是怎么画。他真的会想吐。嗯。我现在就蛮想吐。你都临摹了，你就照着临摹做啦。就是你那就是临摹，就是他已经给你用完整图，那你完全不知道过程怎么画出来。哦。然后你就觉得。很吃力这样，因为你不知道怎么画啊。你如果是你自己有看到他，你说哦，对对对，你先看他的笔法，先看他的笔法，然后我看不出来，先抓大色块，不要了，你知道你让我这整个影片就都不能用，麻烦。不会啦。会的，我没关系，你就之后你要后置把它声音，那我们讲话就都没有了、啊。可是感觉
我们讲话也没什么重点。你是很想把我们讲话内容？有啊，我觉得我们刚才讲话很好玩啊。在你们，你说袜子做的，对啊，还有电影制作人。电影制作人其实就可以把它删掉。我的未来，我的什么未来？我的标题就要写。电影制作人与我的未来。我不给你听那个，请你和请你找个 B 丑人教我。这样听的应该就还。但是有声音就会那个没。怎么样啊？等一下，我给他们看了。等一下，我这个地方做完，我给你们看了。等一下啦，等我一下。要给他看了，我觉得要给。为什么啊？因为你现在还活在完美。手在那边动来动。